拿这个棚里的东西。那我看原来也有那个口。服务员说他要带啥？怎么进去的？他管家的事儿，然后我印象中他们。嗯，洗完了，说是让他搬苗呢。啊，我长得不好看呢。工人也多，都在上面干活呢。嗯，好。OK 的。快点弄啊！